大家好，我是于美。我今天早上去买了一些花甲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花甲粉丝煲，非常好吃的家常美食。大家去买贝类的时候，叫他们老板直接给点盐水，或者自己家里面泡一些盐水，给他们再涂上两三个小时，基本上肚子里面的泥土都会涂干净的。我现在给他再拿出去洗一下。洗好后，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菜。芹菜切成段，还有这些花菜，已经给它切小朵了。葱切成葱花，姜切片，胡萝卜切一点，切成片，加入适量花生油，油热后加入葱白，香甜爆香，然后加入花甲。再加入料酒，然后倒入适量清水，先烧开，烧开后转小火，打去上面的浮沫，然后下入胡萝卜、花菜，加入食盐。火稍微转大一点，给它再煮三分钟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开起来。然后再下入芹菜和葱花，把它们煮断身就可以出锅了。然后关火，关起来就可以吃了，热腾腾的。这大冬天吃一口真舒服，暖暖的。哇，这些花甲还是挺肥的，这样子煮也没掉，都带壳的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。喜欢于美的朋友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